那为了准备好我们这一餐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顾问，就是 David 胡先生。大家好。我们这次想请这个 William 吃饭嘛，然后我们想准备这个中式的烧烤，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中式的烧烤做的比较别致，然后包括配哪些酒，可以给我们。好的，这个 Q 露露这次准备这个把中国的这个街边的这个小吃啊。 做成这个米其林级别的这个餐啊，所以就很有创意。我来帮忙把这个更这个西化一点，另外呢把这个酒也配上。那这个就是他们准备的菜单啊。第一道菜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街边小吃店、烧烤店经常吃的这个花毛一体。那这个其实花毛一体没有这个名字。郭刚老师明白。 花生和毛豆，对花生和毛豆，那用这个盐水来腌制的这个花生毛豆，那我给它，因为在这个威廉呢，他是做米底儿的，那我想呢，把它整个的餐食的名字呢起的比较像这个和好莱坞有关啊，那 Hawk 呢，就是在这个 Avenger 里面这个 Hawk 这个浩克，它是这个绿色的。 绿巨人，那我们知道这个 Minions 就小黄人是黄色的，那我们把它形容成 Hawk Minions。哦，这个有意思哎。OK， 很形象。这个作为我们一个开餐的这个一个小吃啊。那 cost 2 就是第二道菜呢，我们呢用的是这个 Sonic 特有的这个鱼子酱啊，鱼子酱，然后呢也用了这个 Sonic 最好的面粉，是给日本皇室这个用的面粉，那新鲜出炉的馒头。 那把它切成片，上面涂满各种颜色的这个新鲜的鱼子酱，都是这个 organic 的这个美国最 top 的这个鱼子酱啊。其实我对这道菜很期待，我就是从来没有这样吃过。对。除了这个用新鲜的馒头切成片抹上这个鱼子酱以后呢，会把这个馒头呢拿到这个烧烤炉上进行这个高温的这个烤制，那就是变成了这个。 我们在街边吃羊串吃那烤馒头片啊，对，那这个它很酥脆。那这个名字呢，我起名叫 Landing Moment。诺曼底登陆呢，实际上是这个是战争这个二战时的一场战争啊。诺曼底当时登陆是很艰难的，那就相当于这个就是 hard landing， 就是硬着陆是吧？所以我们就说把这个烤得很酥脆的这个馒头片，相当于把这个鱼子酱，大家都登录到这个硬的馒头片。那鱼子酱的鲜美呢，加上这个馒头片的这个酥脆，会给你嘴里带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口味啊。那在在西方呢，最早的鱼子酱的时候呢，那他们怎么吃呢？就是伊朗，他们会把鱼子酱放在手上，因为鱼子酱温度比较低，他们让它把口味还原。那同样把它放在馒头片，无论是 新蒸出来的馒片还是刚刚烘焙好的酥脆的馒片，那它就起到了这种温度作用，所以你吃起来会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会准备几种不同的鱼子酱，让大家都尝一下。啊，好期待！这道菜呢，我们配这个很特有的一款这个 sake， 那也是在 Sonic 上卖的，叫 Mio。那这个酒呢是它就像普通的sake 一样，度数啊、酿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不同的是呢，它是打进了气泡，就像香槟一样，所以这个酒很甜美，然后气泡会给你一种很爽口的感觉。所以你咬了一口酥脆的馒头片，里面带了这个鲜美的这个鱼子酱以后呢，你再喝一口这个很爽口的这个 sparkling sake， 那你会感觉非常美妙啊。这次很特别，我们没有用香槟，而直接用这种气泡的 sake。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气泡的那个清酒。所以就是一种新酒啊。 第三道菜是，其实在这个咱们大家在这个中国呢吃这个烧烤的时候呢，就是有用这个豆腐皮卷香菜啊，叫这个腐皮香菜。这个我把这道菜呢起名叫 blue sea，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腐皮卷起来以后切开，就像双节棍一样。blue sea 就是李小龙嘛啊，那中间还有一个香菜的连接，然后像双节棍一样，这个也是好莱坞著名的明星啊。这个脑洞我服气我。这个酒呢 ，sake 我配了一瓶喜心，大瓶装的喜心。那喜心呢，是非常这个甜的一款大吟酿。那这个，据说呢也是 William 这个最 most favorite sake 啊，用冰的这个大吟酿喜心来配我们的 blue sea。那第四道菜呢，是 Fantastic Christie。Kiko 来了，我们的大厨。拼饺子还跟我们这个泡菜绵长。那这个 Fantastic Christie 呢，因为就是用高温这个深度炸这个这个鸡皮，炸很脆，配上特有的这个酱料，我配了这个法国的Chablis Grand Cru。那 Chablis 是法国波本地的一种很有名的这个葡萄酒啊，那它的酸度很高，那很适合跟这个油炸食品一起吃。那因为鸡皮比较油腻，所以就是对用这个来中和一下。对 ，Cheers。 OK， 第五道菜呢 ，cost fire， 那实际上是这个成都的一道菜，那偏辣，就是这个大刀耳片，麻辣的大刀耳片，这个用这个切很薄的这个猪耳。另外呢，就是成都的凉粉，那这个chef 提供呢把这两个菜合到一起啊，这道菜我起名叫成都 impression。那配的酒呢，我们配了一瓶这个1977年的 Riesling，Riesling 77年，这个比咱们年龄都大。那这个。 1977年的 Riesling 呢 ，Riesling 有特点，它会比较甜，甜的东西会配辣的东西会比较好。那我们试一下这个德国的最有名的白葡萄酒的品种来配这个我们这个偏辣的四川的大豆片和凉粉。所以77年的 Riesling 它会有什么就是不一样？它的颜色会变化，所以呢，这个它的味道呢也会很好。那也看酒保存的状态，所以。 我们这个明天喝的时候，你们就能感受一下它的这个保存状态怎么样。第六道菜呢，就是 cost 6 和 cost 7，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吃羊串经常吃的烤羊串和烤牛肉串。那有点不同就是，这个羊肉串呢是用精选的 Sonic 的羊腿肉来烤的这个羊串。那我们会把羊串外表烤得很酥脆。 那这个羊串呢，我们配了意大利的酒王叫 Barolo。那我们选了1988年的 Barolo， 意大利酒王来配这个羊串。那么 Barolo 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颜色偏淡，但是高单宁、高酸，那这个非常适合配这种羊肉这种食物啊。牛肉呢，我们选用了索尼克的这个最有名的和牛啊，这个是什么？是宫崎和牛，宫崎 A5 和牛啊。那这个和牛呢？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产品，大概在索尼克卖多少钱？大概8、900美元吧。那我们把它切成这个方块。和牛是比较偏油腻，那我们就要用很 strong 这个红酒来配。那我们选了这个Hu family vineyard 的红酒，就是我自己做的红酒。纳帕巴利呢，是大家众所周知全世界最好的红酒产区。那它有很多就是我们叫子产区 sub AVA。那最有名的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 Oakton， 对于我这款酒呢，实际上按照旧世界风格来酿，但是用的是 Napa 的很饱满的 Cabernet 来酿，所以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啊。OK， 我们最后的一款这个甜点也好，和我们这个收尾餐也好，因为在西方呢，甜点呢就是我们讲，就是甜点实际上就是这个 sugar 是吧？面啊、米啊，这些都不是主食。对于西方人来讲，这些都是 sugar。那这些呢，我们就拿这个。 我们这个经常吃烧烤喝的这个疙瘩汤来做成这个最后一个甜品啊。那我们做甜品的时候呢，我们来把它配一个1933年产的红酒。那这个33年这个厉害。对，因为这种甜酒啊，是只有这种甜酒能保存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那我们来试一下，用这个33年的这个甜酒配这个疙瘩汤。疙瘩汤呢，我起了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叫 Pearl Harbor 珍珠港啊，因为我们在疙瘩汤像珍珠一样。对对对。好形象。所以我们这8道菜，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街边小吃这个地摊儿做成米其林的感觉，那也把我们的文化呢推广给这个美国甚至这个西方的这些外国人，让他们能觉得我们的美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也能让他们通过这种办法呢能接受我们的饮食。 好期待这种全新的这种创意的吃法，其实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烧烤里面经常吃的菜系，但是我们通过这种更容易让西方人接受的方式来把它做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配酒啊都是很精心挑选的。希望William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好的，干杯 ！Cheers！Cheers！ 明天见！明天见！今天我们一共有8道菜，然后这个是头盘，叫花毛芋。 然后花生和毛豆，然后配的是这个日本 Mio 的这款 sparkling wine。所以今天 Kiko 给我们准备这个花毛一体，是为什么要把花生跟毛豆放在一起呢？是想做开胃的那个前菜、小菜。对，下酒，下酒才开胃，最开胃的下酒。对，对。Thank you。让我们开胃。这是来自 Sonic Plus 的一款水，非常好喝。一直下，真的。Anything you want? Silent. 这个是这个 teaser caviar 是那个 well branded， 然后它在 Costco and Whole Food 都在 sell， 然后他们这个 farm 就是一个 ecosystem。而且我们用的这个面非常的有讲究，也是从 Sonic Plus 上面买的。我们这面粉是给日本天皇用的，对吧？这那面粉那个它比较筋道，好，就是具体怎么和面这个我就不太懂，但我知道它产品是给这个皇室用的这面粉。所以 bagel 不是犹太人的 ，bagel 是中国人的。It's pretty crispy. 嗯。Actually, watched some video and I saw you were talking about the heartbreaking story. Oh, you did? Yeah, and you said like you were the first one to get out of the airplane. Yeah, open door. Super. By luck. Yeah, I can't open the door. Oh, so how did you do that eventually? The plane was pressurized because the fires burned in the back. 35,000 feet up, you can't open the door. So the door was pressurized by fire this time. Oh. So I couldn't open the door, but so when the plane stopped, there's a lever, right? You go back and forth. 740's Boeing. Yeah. You gotta open them this way, right? I went back and forth, can't open them. The last few seconds, I had no memory. All I know is the door just popped open and just blew open. And you jumped out. I had no choice. I'm the front because I'm the one who tried to open the door. And because the door popped open and blew open, the hot air pushed me out. I got ejected on the plane. Ejected? I just pushed out, right? The door opened, I said, no, got pushed out. So I landed on my feet. Not a lot of choice. It's not like I want to jump. 让我介绍一下这个酒具，这个是日本手工做的这个金箔的这个酒具，就专门在这个米其林3星的餐厅用。在日本也很难买得到，都 Sonic Plus 买得到，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就是原来的时候，大概就是日本人喝 sake 都是那种明壶，很漂亮，很漂亮。暑假时候哦，89，然后北京6人。 那你说你能进得去哦？我个好朋友住在澳门，他以前是最早的这个，他爸爸在印尼的海南，他那时候能进去都很不容易。对，他那天他要去北京的时候，我跟他儿子是在大学里，那时候我们说89年没事做，他说那我们去，我去北京，我们在北京住了1个月，一个礼拜。 晚上下雨，没什么东西吃。我说北京没有什么，没有别的。那时候北京羊肉串可能只有簋街有吧。反正我吃了一个礼拜。热北京，我们去就香格里拉刚刚开，北京香格里拉，它的一个不到1年， Okay. The festival is very high.整个教堂乐坛这边弹。festival 是吧？对对对，整个教堂乐坛里面，然后整个拉比里面就我跟我朋友，我每天吃呀，吃到以后呢，吃到我整个人身体都，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热很燥的。 然后我从在香港，我1、2年，我去澳门，我回到澳门，夜里晚上2、3点的时候在外面走路，看一下，我觉得很热，不穿衣服，没穿洗衣服。然后第二、3天回到那个美国来以后，我的一辈子感冒没有感冒过，感觉。 Pick up the phone. Ooh. Wow. 这是我最喜欢的。Secret sauce。勃艮第，法国勃艮第的沙地白葡萄酒，这是1级装的。Pepper with champignon. The smell. So before you try to pair it. Yeah, that's right. Yeah. Mm. I hand picked every single wine. This is a Riesling 1977. Wow. 从簋街那边带来，但是我们的大厨P跟我们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嗯，我觉得应该吸取一下这道菜。嗯。然后配Riesling。对的，配Riesling。那是9度。 Get around the block. Yeah. That's very long. We have a lot. Get out of the 2000 years. 真的，甜点吧，不好吃。嗯，不好吃。真的好吃。是吧？舌头已经麻了。咱拍完这个时就可以不拍了，咱就可以喝了。